弟子学佛一年多，家中每晚播放《地藏经》，在梦中常有鬼神来求帮助。我们确实没有修行功夫，应该怎样才真正的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？每天晚上播放《地藏经》就是帮助。那么在其他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念佛，把佛号回向给他。念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摩诃萨，念这个名号也能够回向给他。这个都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你帮助他，他欢喜，他感恩。所以这些鬼神要护持你。鬼神护持，你做事情就很顺利。